红中医药电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安在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由阮小董树林重庆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来看这个新奇的这个技术啦吼，哼哼，嘿，无奇不有哈。哎呀，惊到！什么惊到？巴西哦，有一位这个产妇啦，吼、哦，产检是真正常，啊，但是哦，破腹了后，哎，啊，囡仔体竟然怎来无去啦？啊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？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新闻台综合报道吼、哦。那么。北来伊个即个胎儿竟然无看去啊！那是安怎变魔术了？啊！那么巴西有一名现年30岁伊个即个有新的即个夫人呐、啊，哦，合作的孙男呢，洛贝斯哦，到即个病院检查的时阵，一切拢正常啊！嘛曾经透过超音波哦，看到家己查甫的即个囡仔。好来，咱继续。所以吼、哦，超音波嘛有看到这个囡仔哩，吼、
但是啊，伫个进前哦，进行要破腹手术了后，哦，医生哦，伊讲子宫内面无囡仔啦，我哪会安尼？对不对啦？啊，检查有看到囡仔哦，心脏还搁伫个跳，对不对？脚手还搁咧叮当哦，哈哈哈！奇怪，医生哦，一个破腹讲，啊，什么内面无物件啦？啊？那么一切拢是的顺安尼啊，这个罗伯斯家己的这个幻想啊，安尼啦。那么根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吼，这个罗伯斯因为被医生讲这个囡仔这个位置无正常吼，因此需要爱进行啊这个破腹手术的哦。不过的顺安。洛佩斯手术了后醒来，想讲要看家己心爱的这个囡仔吼的时阵，医生竟然表示讲，伊的这个子宫内面并无囡仔啊！哇哈！你家想看麦？根据报道伫咧讲哦，伊即名这个医生哦，甲这个洛佩斯讲啦，讲一切应该只是你家己伊的这个幻想啦，吼。不过罗贝斯伊个即个翁啊，表示，因哦，阮某个时阵啊，真侪病到病院接受即个检查个时阵，家己拢陪伴伫个边啊哩，而且哦，阮某嘛曾经透过超音波看到宝宝啊，啊，那么因此哦，即个婴儿无可能哦凭空来消失去啦，啊，即哦，即我甲你讲哦，啊，即绝对无可能啦，哦，无一定哦，恁即个孙阿娘医生吼。这个算讲透过什么啊，卖囡仔啦，或者是讲迄落啊，哦，啊，赶紧的算啊，这个破腹了后，就将着囡仔算讲移走去啊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搞阮骗讲内面就空空哩，啊，哪有可能呢？是不是啊？超音波阮嘛有看呢，阮某嘛有看，我嘛有看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骗讲去消失去的，啊，恁这医生的乱讲啊，对不对啦？哈、啊，那么你这个。洛佩斯啊，甲因翁认为讲哦，宝宝的消息可能是因为这名医生以破腹为借口，哦，趁机会啊偷摕这个婴儿就对了，哦，当场报警处理。目前警方哦正在深入调查，哦，另外的孙阿娘，这个病院哦嘛在讲啦，会进行内部的这个调查啦。啊，使就啊使调查，啊，这医生了，都第一生了问医生就好啊，你就内部什么调查啦，对不对啦？嗯，啊，你医生讲起来，迄个内面哪会无开开？这个什么呢？这个破包的什么？医生本身第一手是不是爱主刀啊？爱主刀啊？啊，但是哦，你讲主刀有诶嘛是安尼？主刀了后，就和这个实习医生去。去继续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伊就人走啊，你是不是？啊，即马走，看讲嗯啊奇怪，啊囡仔哪会无去？啊，医生提讲嗯啊，内面都无物件。其实哦，伊即个无负责任的医生啊，对不对啦？你想嘛知，倒一个开刀，倒一个接的，拢走袂去啦。你讲对唔对？所以我感觉即种的报道吼，有一寡不该疑问的就对了，都变疑问啊。来向主刀的嘛，是不是？我。啊，是啊，那你主刀是啊，那囡仔那无去啦，啊，都为这个调查就好啊，是不是安尼先啊？啊，有啦，我都主刀无唔对啦，啊，但是我都和实习医生，我都介绍了，都去处理哩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我都唔知啊，我都拄啊有代志，还是讲啊，我拄啊迄款呢？是不是安尼？我都离开外久，对不对？我哪会知啊？啊，我来继续多一个，哦，一多一个就开始换伊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阿孙啊，你处理是安怎咧处理的，对不对啦？哦，看伊讲安怎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哦，这种的哦，就真简单处理的，啊，唔知哪会安尼，有诶就感觉安尼算足复杂的。要是阿红认为讲哦，这个简单的代志嘛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那么伊的这个超音波应该拢有记录嘛？对不对？超音波是创啥？检查嘛，检查是毋是要记录？
对不对啦？啊，就记录我就看有啊无，就遐安尼，这两项就甲，迄落就出来嘛。你讲对不对啦？这无什么复杂啦吼。好啦，咱这件离奇的代志，咱就讲到这结束。期待下一回，同这个网络，同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世间无奇事，哈哈哈。